好，刚刚那首歌就是，他叫阿辉，我先生。对，阿辉呢，刚刚有跟大家说，就其实这首歌呢是我们刚恋爱时候的歌曲。那这首歌曲的发生地在上多良，大家有去过上多良吗？有没有去过多良火车站？号称全台湾最美的风景，就是那个海景。还好。不要去，为什么去了就太多人啊？可是那很漂亮，偶尔去啊、嗯。但是因为观光客只能在下面嘛，下多凉。但是我们下面的，然后真正的居民是可以往上的，那边的风景就是更漂亮。但不要往上去哦，不要上去。然后这个故事呢，就是在上多凉发生的，就是他认识女孩子的方式比较特别一点啦，比较厉害，就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先带去山上，对，干嘛埋起来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很害怕，想说他干嘛带我去山上，不是哪有人第一次约会去山上，而且是那种颠簸的那种，不是产业道路，大家有走过产业道路吗？他就是那种非常颠簸的路，然后我们是不是还卡住？没有啊。 Are you loseBaby girl? 然后我就上去，然后他的意思是，你说的意思是什么？为什么要带我上去？就是通常没有我啦，就是我不是别人那样，就是如果我觉得这个人不错的话，我通常都会介绍给我的家人。对，然后通常 usually、yeah. 感觉很多次哦。第一次，前面都是三角就没有了，你有到上面啊，然后就是要认识你的祖先先给祖先看一下那样，觉得 OK 那样。好，这就是这首歌三角恋的故事，很可爱啊。那这首歌也有收录在就是我们的一个小 EP 专辑里面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寻，或者是到我们的粉丝专页跟我们买。对，就是到乌马克夫妻的脸书看看。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带？啊，因为我们最近在整理家里，所以它好像被埋在最深的地方。对啊，就很多嘛，就堆积在那。对，从2019年埋到现在。没关系啊，下次啊。OK 了，就是反正现在大家的车上有没有 CD 可以放啊？好像是吼。对。所以就是一张名片。纪念专辑，还是把它放在网络上好了。对，好了，下次哦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呢，也是我们自己的创作。这首歌叫做《你记得自己的名字吗》？然后这首歌很可爱，它的副歌呢是一个是台湾族语，来怎么念？丁妈松阿蛋。再念一次。丁妈松阿蛋。丁妈松安。丁妈松阿蛋。迪玛苏安兰，意思就是你叫什么名字。那其实这首歌很可爱，是我们是写给自己的孩子听的，然后就是里面会出现我们的第一个儿子的名字叫萨利亚，台湾族语，然后第二个儿子叫荣荣，然后里面也会出现就是阿辉的夫妇，就是台湾族语的阿妈的名字叫朱古，然后也有他的好朋友的名字叫库伊，然后你的名字，还有我的名字 Safi， 还有阿辉的名字 Sakino， 都在这歌里面。然后其实这首歌就告诉自己的孩子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的名字叫 Salian， 你的名字叫 Ronron， 然后我的名字叫 Safi， 你叫 Sakino， 那不要忘记自己的名字这样。然后这是非常可爱的歌曲，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，你记得自己的名字吗？叫醒沉睡的
也是浮浮流下来的疤，散落在土地上，也随风吹向那遥远的地方。迪马松，迪马松，迪马松的萨利亚阿迪苏阿甘，迪马松，迪马松，迪马松的迪柔柔阿迪苏阿甘，叫醒沉睡的你。时候每天是玩个什么，那天他的朋友就哭一趟，问了你爸有没有，你记得自己的名字吗？你是浮浮流下来的吧，散落在土上也随风吹向那遥远的地方。迪马松，迪马松，迪马松的萨利亚阿迪苏阿丹，迪马松，迪马松，迪马松的迪柔柔阿迪苏。喜欢这首歌。